我最喜欢模仿的就是哪里是人一米二高呢？啊，哪里是人一米二高呢？这个大家都喜欢的，就是动作也要一起加上哪里是人一米二高。哎，是是是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就觉得这句话很百搭，就什么时候都可以用。的确，我很多场面可以用，是吧？